花金刚，左爪踏纹，再扣左爪，两手交叉，左手在上面，然后分开，左爪打开，右手握拳上步，一开一合，好，再往前旋转一下，旋转一个小圈，打开右爪上步。你看，这个和金刚倒锥一样打法，一模一样的，一层握拳，再往上冲拳，往下沉。好，现在我调节个方向打一遍，可。开左脚打开的时候，两手分开要配合，握拳上步，往下打拳，再往前旋转一下，开右脚，右拳打开变成手掌，左脚抬起来，一落步，马步要稳，两手旋转一下。肩要松，肘要沉，身体要保持稳定，往上冲拳，再落步。好，现在我分开来，我转回来，把整个动作分开来说，一步一步说。好，先咳。合的时候，身体要转过来，那个屁股啊，臀部要配合，微微转过来。然后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左脚打开，身臀部手都要开，配合转回来。握拳上步，手提起来，再往下打打拳，手掌合。拳掌要配合，然后往前旋转一圈，在身体前面，啊，再往下沉，啊，好，然后这是下一个部分，下一个部分打下去，这是右脚打开，啊，右脚微微打开，然后拳头。打开变成手掌，提起来，再往下沉，手要松开啊，肩要松，肘要沉，手要捧圆，马步要稳定啊，这个基础要扎实，身体要挤起来，开。啊，这个和金刚倒锥是一样的打法。花金刚。